左边姚明做掩护，哎呦，姚明第一个球传的有点太距离太近，好球。因为这球呢，这是要的位很深了，这姚明可以打呀。这边没有绕前，对，好球。对，因为呢，你在这个位置上要了球以后。好的，李奇，哎呦，好球！好的，那个进攻从他这个，哎呦，发球可能是上篮了。好球，姚明补盖，这有点像詹姆斯追人，对，抱着盖。姚明这个从前场追过来，真不容易，对，这是在。我们今天只出手两次。他也就接了，就在低位接了两次球。对，对，这时候就往篮下打了。姚明该出手了。嗯，漂亮！因为这就是火箭队和开拓者的区别。哎，姚明脚步双了一下，说你给姚明跑一下，哎、又是一盖帽。漂亮的！所以姚明，你就不断的跟他抢了，早晚才让他看到。对，只有红右这个位置，传在外头的第三次，右你这个位置。姚明低位接球，身后单防，他要转身抬要头了。有了，这实际上，姚明做掩护，就转来转去，转不出来，对，换人了。姚明，好球，漂亮！你看，这是先是换人，这打掌台，布鲁克斯和姚明打掌台的时候呢，对方换人。哇，哇，太好了！嗯，漂亮，姚明接上篮板。对，阿泰对阿德里奇撵进去，连续两分球没盖上，姚明好球！姚明今天三个，魔术也可以，本来算是四个，机会啊，嗯，好球！